我是 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 Beyond 的故事。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香港乐坛除了歌星、乐队、男团、女团，背后还有无数的音乐从业员一起去支撑着这个梦工厂。我 Leslie Lee 请来这一班音乐从业员倾下偈，带给大家一个更全面、更清晰、更贴近现实的香港乐坛。香港乐坛一百人。Hi， 我是 Leslie 啊。在开始之前的讲句笑话给大家听啊，是啱啱昨晚发生的。话说我同屋企人食饭嗰时咧，我同佢哋讲，我第日邀请了一位好成功、好叻，我哋唱卡拉 OK 嘅时候一定唱佢嘅歌嘅一位音乐人、一填词人上嚟接受访问啊。咁屋企人喺度问啊，诶边个嚟噶？咧咁我噏咗成扎歌名佢哋听啦。诶，有陈百强《一身何求》啊，梅艳芳《曼珠沙华》，张国荣《不怕寂寞》啊，仲有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叶倩文嘅《祝福》，咁屋企人好开心啦，哇哇声啦喺度。喂，仲有啊，我哋细细个听嘅罗文《波斯猫》啊，邝美云嘅《再坐一回》，张学友嘅《饿狼传说》，仲有啊，另一种我同你好中意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同埋张智霖许秋怡唱嘅《现代爱情故事》啦。跟住我啲屋企人咧，唔系面部表情扭曲啊，佢差唔多想四只手指摆咗落口度啊，因为发觉哇，同一个填词人啊咁样，咁我屋企人问，系啊，真系同一个填词人去填嘅，就系、是、我哋今日嘅受访嘉宾啊，哇，真系呢次真系要担翻张凳啊，等等等等，潘伟贤老师，潘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真系要叫你潘老师，因为你之前的而且确系为人师表，系真系教书，其实。教下书去咗填词，咁啲学生去晒边啊？系咪一路填词一路教书定点样噶？嗰时系，系嘅。我最初入行嘅时候咧，其实所谓填词系好少嘅啫嘛，一年得嗰一只两只，后来先多嘅啫。系啊，最初入行嘅时候，成年先至有一两个 order。唔係好影響，係啊，明白。咁頭先我噏咗成扎歌手啊，成扎呢啲金曲咧，唔好意思，其實唔應該用金曲嚟形容咯，係金曲中嘅金曲啊，依家咁講，因為好多嘅歌喺我哋譬如卡拉 OK 啦，又或者係收音機啊、電視啊、電視劇主題曲啊，即係基本上有得發聲嘅發聲音樂嘅器材都可以聽到呢啲歌，已經深入咗香港每個階層嘅屋企。入咗屋不得止啦，直头耳熟能详。就算到今时今日，大家听翻几分伤心几分痴嘅，我会美其名叫做行人止步咯。即系如果你大家行去铺贴嗰度，如果系听到呢首歌嘅烟草啦，大家可能会停一停。一首歌如果系令到大家停一停，仲系几十年前嘅歌，停一停，听一听，先至可能眼湿湿咁先至走嘅。哇，好犀利喎！嗰、那个填词嗰个手法啊、技巧咁，一阵间同我哋分享一下。可以。不过你头先讲嘅情况咧，第一咧就系阿王杰唱得好啦，根本系佢声音好听啫。第二个旋律咧本身就系好吸引嘅，系啊，我就只不过系好幸运咁啱攞到呢只歌嚟填啫。而事实上咧，入到卡拉 OK 咧，我都系唱我前辈写嗰啲歌，我自己啲我唔识，即系唱唔到嘅根本。我例如詹叔啊井 Sir 啊，我系唱佢哋啲作品嘅，因为佢哋等于我嘅启蒙老师咯。系啊，好多嘢可以喺嗰度借镜啊，偷窍啊，学习啊。咁所以可能咁啱。到我的年代，又是你屋企中意唱 K 的年代啦。但我自己咧，如果我唱 K 咧，我係唱翻我前輩的作品多嘅。原來係咁嘅，不如咁樣啦，我哋坐翻一個時光機，時光倒流翻去你嘅童年啦，因為我對你好有興趣。點解會咁好奇嘅興趣？因為一個成功嘅填詞人嘅，咁咪必然係有啲嘅因素喺身邊。去影響到佢啊，或者係栽培佢啊，或者係一個養分，或者係刺激佢啦。究竟發生過啲咩事情嚟到造就成就到今日嘅你呢？咁我哋坐翻時光機去翻你嘅童年嗰度先啦，不如。好啊。細個嘅你，即係你有印象開始啦。嗯。其實你係一個點樣嘅小朋友嚟噶？我咧就係雙子星座嘅。咁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有陣時咧，又真係好內向、好靜，
但是呢我又觉得我是好有活泼的时候，我的创造力呢都很惊人。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呢，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有线的电台叫做丽的呼声。咁咧，佢嗰個開關咧就好方便嘅。你一擰佢就有聲，你一再擰一擰咧，佢就冇聲嘅啦。咁我嗰陣時咧就已經好中意玩廣播劇啊，即係將人哋播緊嘅一套廣播劇，我就一到某一個主角咧，我就熄咗佢把聲，然之後加自己嗰啲對白落去，然之後再開翻佢。咁我嗰陣時覺得呢個遊戲好好玩，咁又玩咗好耐，玩咗幾年啊。就是这样，但是有阵时我是会很静，有阵时会傻傻地坐到想嘢都会有。小个时候是。我仲喺度谂住啊，你系咪好中意睇书，好中意思考，好中意讲故事？点知你嘅答案俾我一个好出人意料，就系已经系玩紧类似啲角色扮演 RPG game 啲咁样系啦，喺度做扮演住广播人，扮演住其他啲咁样。系啊，因为嗰阵时系。冇乜大人理我哋啦，啲细路咁大人揾食啦。系啊，大人系好辛苦嘅，嗰阵时啲大人系好辛苦。咁自己屋企或者同啲细佬妹屋企真系冇嘢好做嘅。打交又打完啦，追逐又追完啦。咁所以就玩收音机咯。咁收音机如果就咁听嗱，收音机真系好好嘅，俾咗我哋好多知识嘅。嗰阵时系嗰阵时啲收音机系以教育功能。都好多嘅，即系同娛樂咧一半一半啊。咁傳媒都係咁樣嘅。咁所以一到廣播劇咧，我哋就興奮嘅啦。咁就因為佢，我記憶中咧有一啲咧，佢係播兩次嘅，早一次晚一次。咁所以咧，大概個主角講乜咧，我哋係會知嘅。咁但系咧，我哋成日都會改咗佢嘅對白咧。咁譬如話我愛你啊，我哋特登改咗我憎你啊咁。咁就玩得一餐嘅啦。唔係，應該唔係十八老師做，應該之前你我嗰啲嘅應該係。係之前嘅嗰、那個叫做麗的呼聲啊，嗰陣時仲係。係啊，你我叔嗰啲咧就係、是已經係無線電波噶啦嘛嚇。明白。嚇、嗰陣時我哋嗰個仲係。有線的收音機即是那段時間已經開始是已經是無差別地吸收一個海綿地吸收養分到自己身體裡面是啊，所以我都很多謝電台，電台的責任很重要即是對我成長都很重要耀眼轉嫁如花燈對絕配愛女萌生伴隨聽天地流漫召喚被愛永遠甜蜜灌醉相街老到日后不生怨是长情红着笑脸任柔情占据多得爱有缘千里沙中与海相聚轻丝雨印眉梢里流露世事全处对在眼波中淌满钻石原是快乐滚的泪回眸用浅笑淡问一句挽手交托岁月里互以爱吻片光阴里共以笑绽放花蕾好星月荡任梦幻梦化命尘流逝远去想鼓舞每步伐开心活又行谁明日世界共昂然笑对再来到已经是求学时期的你、求学时期的你的有没有跟文字解一下不解之缘呢即譬如说你家里有个图书馆或者不是我是住在市政局的图书馆附近所以很容易去吸收文字上的东西呢样其实就不是而是、我爸爸那时候他是有每天他去买一份报纸这份报纸现在没有了叫做工商日报讲啲嘢咧好正经嘅，全部都我记得好似里边好似连小说都冇嘅，白冇嘅。咁但系咧，佢有两个专栏，一个叫做《花鸟虫鱼》，一个叫做《山川人物》。咁《花鸟虫鱼》咧就讲就系、是、花鸟虫鱼啦。咁啊喺里边吸收咗好多大自然嘅嘢啦。咁《山川人物》咧，佢多数都系讲中国嘅山川同埋我哋过去嘅历史人物啦。咁我系对呢两个栏目咧比较有兴趣。咁喺里边咧都吸收咗唔少知识吓。咁再跟住咧就系、是。
我哋嗱，我细个系食拖蟹饭大嘅，点解咧？我爸爸系卖拖蟹嘅，喺跑马地。咁原来跑马地咧嘅人咧，就系、是、有一个节目咧，佢哋就租小说睇啊，吓租小说睇。嗰时啲小说系租嘅，当然有人买啦，不过多数系租咯。我发觉，咁我哋租嗰间拖蟹铺咧，佢有个阁楼。有一次咧，我哥哥咧走上去，佢发现个里边咧有一箱书，嗰箱书咧系金融嘅小说，系啊，咁佢就即系逐本逐本拎落嚟睇啦。我见佢睇，我又睇啦。咁你知啦，金融嘅小说系引人入胜噶嘛，睇咗系永远唔可以停手咁。咁所以我就系好细个已经系开始睇金融嘅小说啦。咁后来咧，嗰箱书睇晒啦，咁就中间亦都好多断层咧，因为佢系。不是说特登草嚟给我们看的嘛，他有一集没一集。那我哥哥呢又发现到，原来我那时住湾仔，他发现到呢修顿球场呢又是有一个图书室，很小的，但是呢就专租小说的、可能我们只是去小说那栏，那就那时就开始看埋其他作家的、武侠小说，那跟着会看埋琼瑶的爱情小说、就是这样咯。咁我嗰啲其實我啲文字修養咧，全部都係喺金庸同埋瓊瑤嚟嘅，嚇浸下浸下咁樣。係啊，就開始對中文同埋寫作有興趣咯，嚇、即係睇呢啲好嘅小説，文筆好嘅小説真係好有幫助。我喺班裏邊嘅中文咧，一路直至我到我讀即係離開任何嘅學校咧。我都是最高分的、我也都很享受中文带给我的乐趣、中国语文，因为太博大精深，学极都不完。博大精深的意思是那个词汇，即譬如说红色你可以用铜、即一个单三撇的铜去代表、即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是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啦、好像你说红啦，又珠啊，铜啦、即都是 同一个意思，但它有不同的字啦。咁令到你好耐人寻味咯，你会慢慢去找好多相反词啊，或者同义词啊，又或者是有时你会发觉同一个字。同一句句子，譬如都是那五个字，你读出来的语气不同，它又有不同的意思。是吧？就是我相信其实世界上所有的语文都是这样的。不过我就觉得中国的语文是因为历史长久，它好玩的地方。因为我又不觉得英文有对联的，但中文就有了。咦，是的，是吧？突然惊醒。是的，是的，即是你说诗这样，英国都有诗，美国都有诗，不用玩他们那些。是的，是的，但你说对联那好像其他国家就 我不觉得有啦，可能我学识肤浅啦。但即是我觉得对联就是中国一个很特色的。又或者有些回文诗，即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咁你打橫讀咧，你由左讀讀過去，或者又讀翻過嚟，都係一樣嘅個句子。即係我覺得係好好玩咯，好似砌積木咁樣，好砌。好多文人咧，好多鬼才咧，砌出啲好有意思、好好玩嘅句子俾我哋啦。譬如話嗰陣時，我睇報紙係話煙鎖祠堂樓咁樣，個意境本來都好靚啦。咁但係咧。它又包含了金木水火土在里面的。是啊，譬如说煙就是个火字边，锁、一把锁的锁就是金字边，池就是水字边，三点水，堂就是土字边，柳就是木字边，那就是金木水火土齐晒、但它又可以砌出一个这么漂亮的意境，是吧？所以我觉得中文是很好玩，即是同埋是一个宝藏，永远都拔不完。有没有曾经沉迷过这些对联去玩的，当电子游戏？很沉迷就没有，我没有研究，我只是欣赏。
會有時會興到咧，會摷嚟睇下，但我又唔會話去學啲咩平仄啊，或者點樣去對好佢啊，我又唔會嘅嚇。但係我覺得欣賞都係已經係俾咗我一個好大嘅收穫，即係變咗可以自得其樂，都唔需要話好似而家咁啊，又要上下 YouTube 啊，又或者要打下機啊咁樣先至可以開心啊咁樣。係啊，我覺得唔使咯。其實中國文字裏邊係好多。很多很有趣的事，譬如我都發覺到呢、如果這裡有黑板就好了，雞字呢，一隻雞吃那些雞、原來中文字呢都有公雞和母雞的，中文字有？是啊，中文字、我們的雞字呢有兩個寫法的，如果你發覺有一個呢是、鳥字邊的、另外一個呢就是好像類似好像、佳人的佳字咁樣寫法咧、即係類似嗰個唔係佳字啦。咁但係如果你深究落去咧，好似佳人嘅佳字嗰個寫法咧，原來係一隻短尾嘅雀仔，而個雞個鳥字咧係一隻長尾嘅雀仔。好啦，咁一個短尾一個長尾，正係一隻公雞，一隻母雞。有道理喎、是啊，是很好玩的，中文是很得意的，跟你聊天都很好玩，是這樣代錢到我的袋子、不是 我自問我對中文我都 很有興趣去研究，去深入 去享受啦、但是哇定軍一直說、不是這個好、你是很有趣味的東西的，收到、心沉溺百般沧桑变迁，沉溺百般的起别，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一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变。相识相知相思相忆，将心永牵，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磨练，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心曾历百般沧桑变迁，曾历百般的起跌，想起许多事，想起许多人，甜和酸。心有幸有心风中并肩，有幸有心的感觉，勇气许多梦，勇气许多情和明天。一分一刻一天一生消失似烟，一悲一欢一一与你一直怀念，一丝一些一一铭记，一月圆缺，但旧梦永不改变。相识相知相思相忆，将心永牵，相关相依相相，与你共历磨练，相牵相亲相相，以爱觅梦和暖，有爱永远都不变。香港乐坛除了歌星、乐队、男团、女团，背后还有无数的音乐从业员一起去支撑着这个梦工场。我 Leslie Lee 请嚟呢班音乐从业员倾下偈，带俾大家一个更全面、更清晰、更贴近现实嘅香港乐坛。香港乐坛一百人。你而家听嘅节目《香港乐坛一百人》，我哋嘅节目主持人 Leslie， 今次好精彩啊！受访嘉宾潘慧源老师，我哋继续咯。系。讲到呢度啦，讲一讲出嚟教书为人师表啦，你点样平衡翻你翻工啦，同埋开始系涉猎填词呢一个范畴咧？因为
据我所知啦，你中文、英文、数学、中史、音乐、体育，你凡凡都要掂，凡凡都要教，咁应该工作量系唔轻噶嘛？咁点样可以平衡到你又要翻工啦咁样？咁亦都系开始涉猎填词呢一方面嘅咧。哦，嗱，首先咧，我入行咧本身就系睇报纸。就揾兼職嘅，我嗰陣時點解要揾兼職呢？因為最初我跟我爸爸住嘅時候咧，佢係住鰂魚涌嘅，咁我揾到間學校咧喺旺角嘅。當時咧，即係四十幾年前咧，冇地鐵嘅啦。咁而英皇道咧係出名塞車嘅。閒閒地咧，由英皇道去灣仔咧，真係塞你一個鐘頭都好平常。咁再跟住咧，我仲要再過海喎。咁我每日花喺交通嘅时间咧，实在太多啦，一来一回。咁我试下搬去学校隔篱啦。咁但系学校隔篱咧就需要租一个劏房，就系200蚊。咁呢个系我额外嘅支出。咁我就唯有想搵个兼职。我嗰时想搵补习嘅，咁啊想赚翻呢200蚊。因为我坐车都要时间啊嘛，咁我可以利用翻坐车时间去做补习，赚翻个房租翻嚟咯。咁但系咧就打开报纸咧，我最瞩目嘅咧就唔系补习，而系竟然见到咧，当时《星岛日报》搞咗一个叫《星岛全音》咧，佢登报请填词人，我觉得好新鮮喎，好神奇喎！點解填詞人有得招請嘅？咁梗係寫信去試下啦。咁就填咗第一首作品咯，就係阿方依琪嘅《沙鷗》。咁再跟住落嚟咧，就冇乜生意嘅。即係我，因為我真係冇乜知名度啊嘛，又唔識圈內人，一啲都唔識。咁所以頭嗰幾年根本就即係夾埋，我諗寫得好少好少。再跟住落嚟咧，學校咧又調咗我去屯門啦，已經。哇！屯門添啊。係啊，好遠啊。係啊，咁每日又是翻翻去以前嘅日子，就係每日嘥成三四個鐘頭起車。咁遊行咧嗰陣時開始填詞，開始有人揾下啦，陸陸續續。咁我車程裏邊咧，我就係做我填詞工作咯，即係我反正都係坐到啦嘛。咁架車咧又好掟，又唔可以改簿，又唔可以改作文，又唔可以改默書。咁就唯一就可以胡思亂想，咁所以咧嗰陣時填詞冇嘥到我時間，因為全部喺車裏邊寫嚇。咁喺車裏邊寫個感覺係好好嘅，因為你諗唔到你望下窗外嘅風景，因為嗰陣時真係屯門公路咧真係風光如畫嘅嚇。你行完一段市區之後咧，又上到去公路上面睇到好靚好靚嘅風景，咁諗到好多嘢嘅，咁所以。是完全冇嘥到時間，因為全部都是在車上面寫。其實到後來我都已經習慣了在交通工具上面寫我的嘢，所以有很多人話我寫的嘢很漫不經意，我都承認嘅，因為我就係喺咁嘅環境之下寫出嚟。好善，即係而家以現代人去睇法，哇！你好善用時間，但我又覺得善用時間之餘嘅，你係識得去製造浪漫。一个好风光明媚嘅屯门公路，你望住左手边，哇！即系喂大佬，成个海俾你望晒，好多个海岛咁俾你望，其实好多外国嘅地方系未必咁容易系望到海呢样嘢噶嘛。系啊，风光明媚嘅沿途，咁你可以不经意地咁，啱啱今次题目系讲一啲浪漫啦，咁你可以照写咁样，用翻小个小朋友嗰时嗰种心态，自得其乐嗰种嘅心态咁去填。系啊，所以嗱我。啱啱咪话俾你听，如果我哋遇到困境咧，开头你可能会去忍受佢，后来你会去享受佢，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啊。因为你谂下，一个住开筲箕湾鲗鱼涌嘅人，如果调你去屯门，你如果一般人都会好觉得好困苦啦。咁如果佢真系每一日好奔波喺呢四个钟头嘅交通，佢就系忍受咯，系咪啊？但系如果你是懂得利用时间和去排解你自己呢，我就是享受咯。我享受这四个钟头的车程，除了是可以看到窗外的民生或者风光之外呢，我是可以想很多东西，也都可以创作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一般人视为困境的东西呢，你其实改一个角度，你是由忍受变成享受。就是这个道理。
講一講先啦。係。頭先你所講嘅，喺坐車嘅途中啦，咁樣咁啊，可以只得其樂，順便可以善用時間去填詞啦。我想問一問，其實為人師表嘅你咧，覺得係中意教書啊，還是當一個使命咁去傳承你嘅知識俾下一代？啊，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小學嘅時候咧，有遇過好好嘅老師，亦都有遇過啲好差嘅老師，咁但咧，我就冇諗過自己有朝一日咧會去教書嘅。我最初去教書咧，真係只係揾一份工嘅啫，真係揾一份工。我明白嚇。咁但係咧，自從踏入咗課室之後，唔再做學生，而係調轉做老師咧，我又有好多體會。我好好彩啦，嗰陣時去咗一間唔係好出名嘅英文中學。去教，咁嗰間學校因為已經唔存在嘅啦，而家佢嘅英文簡稱叫 KCC 啊，咁我喺 KCC 嗰度教咧，我好好彩，嗰度嘅校風咧好淳朴，啲學生好好，好有人情味，係啊，大家放咗學咧都唔捨得走嘅。學生有人情味，我第一次聽喎。係啊，好多嘢都係嗰度。嘅學生教我嘅，例如打麻雀啦，I see，你會覺得好荒誕不羈，點解咁叫有人情味咧？因為咧，佢哋講起打麻雀咧，佢哋好驚訝於點解老師你唔識打麻雀嘅咁樣，咁我真係唔識啊！我話因為我哋細個都係。即係好艱苦，都係成日要做嘢嘅。咁我父母亦都從來唔打麻雀嘅。咁但係佢話喺呢個社會你唔識打麻雀唔得嘅老師，咁佢哋教我打麻雀。咁我冇上癮啦。當然即係我知道個道理啊，原來係咁樣。係啦。咁但係咧就係佢哋教識我嘅打麻雀。咁就亦都咧有啲頑皮嘅咧，有一次係喺交嗰沓簿嗰度咧，攝咗張戲飛俾我。咁我嗰陣時去睇咧，原來邊套戲咧係當時好轟動一套戲，叫做《蜜桃成熟時》啊。咁我睇完嗰套戲咧，佢哋翻嚟，老師你覺得點啊？咁我話：哇，歐洲啲熱浪好犀利喎，我哋要愛惜地球啊！佢點解嘅？我見到啲男女主角唔知點解動不動就剝曬啲衫，我諗歐洲嘅一定好熱嘅。咁即係佢哋就會。但是他們是只是跟我開玩笑，就是玩一下這樣。我們那陣時又曾經參加過一個叫做海洋公園模型設計比賽。我們學校呢就設備呢很簡陋的。什麼室都沒有，真的可以什麼室都沒有，只有樓梯底而已。但是那陣時呢我們都拿過這個設計的冠軍。咁嗰年咧係雙冠軍嘅，啊，我好多謝呢個雙冠軍。點解咧？另一個冠軍咧係聖保羅男女中學，我記憶中係一間傳統名校。傳統名校，而我咧喺早幾年曾經去聖保羅參觀過咧，因為佢哋家長日開辦開放日啊嘛，我去參觀過咧，哇！原來佢哋嘅美勞室咧，即係設備非常之完善，好完善，真係好多嘢。咁我諗起我哋當年咧，即係得手上一塊刀片，而能夠同佢哋並列冠軍咧，我好自豪。自豪嘅咧係當時我帶領嘅嗰班學生咧，係好盡力，好用佢嘅心機去做呢樣嘢。咁終於我哋收穫到我哋嘅成果咯。咁呢樣嘢咧對嗰班學生咧都有好大嘅得著啦，因為佢哋知道。做事只要是有心机呢，是不怕你的对手的，你一样是会得到你的成绩。是啊，正啊，这句。是啊，所以我跟他们的关系维持到今天咯，四十几年，是啊，我们依然会出来庆祝生日，依然会出来有时会喝下茶去下旅行啊，这样。咁我覺得我嘅學生俾我好多嘢，俾我好多好多嘢。好啦，講講啊，邊個係你嘅伯樂啊？因為
未做訪問之前，我亦都想更加去了解你啦。咁、嗯、咦，唔通係你填嗰首沙鷗嘅主唱方依琪，還是係波斯貓嘅羅敏？跟住話應該唔係，可能係風雲唱片鍾錦培喎。但會唔會係大華唱片，即係金音符嘅啊？好多人啊！罗昌明啊，还是咦宝丽金介绍你可以唱可以填好多电视剧主题曲嘅钟少峰啊，就应该唔系啦，应该系家庭医生嘅哥哥啊，应该系梁汉明先至啱。其实系边个先系你伯乐咧？哇！你做咗好多资料搜集，系嘅。其实呢头先你所讲嘅咧，全部都系我嘅贵人啊，可以咁讲。系啊，即系全部都系我好感恩啦，喺我的填詞路途上面呢，遇到這麼多位幫助我的朋友，他們真的很多是很無私的分享，也都時時教我很多東西，好像梁漢銘先生，他給了我很多古典音樂上面的知識，因為他是學古典音樂的，但是古典音樂呢嘅歌詞咧，要求得好嚴格。佢將呢樣嘢咧教咗我之後咧，我知道喺流行曲裏邊咧都係通用嘅，有啲嘢係。又好似阿羅昌明先生咧，佢自己都係一位填詞人，但佢竟然咧就一啲都冇私心咧，佢就介紹我同阿欣妮姐姐寫詞啦，金音符嘅。咁我又好多謝欣妮。因为我当时呢我的词写得不是那么好，我也都没有知名度，也都没有名气，但是他金音符的创业作第一首即主打歌呢，不要再重逢呢，他竟然即用了我这一首歌。其实我知道呢，他可能是都是想提携一下些后辈啦，就为乐坛培育多些新人啦。咁佢又當然佢對自己好自信啦，佢唱咩歌都得噶啦，咁啊嚇，咁但係佢都係始終都係俾咗我一個好好嘅機會啦，等多啲人認識我。咁以佢當時一位咁嘅天王巨星，一位天后咧，佢俾我呢個機會咧，我真係好感謝佢。咁啊，風行啊，鍾錦沛先生又更加啦，佢又俾我寫亞洲電視的主題曲，還連寫了三套三十集的主題曲。咁喺個認識佢嘅過程咧，佢都教咗我好多嘢，又帶我去同啲歌手傾偈啊，等啲歌手親自話俾我聽，究竟佢哋心目中好嘅歌詞係點樣啊？咁即係令到我喺實踐當中咧係學到好多嘢咯，所以風行唱片啊鍾錦沛先生咧，我又係好多謝佢。甚至乎佢而家女女啊鍾慧慧小姐咧，佢都係咁多年之後咧，佢就揾翻我出嚟寫嗰隻《神挑俠侶》啊，咁即係又再一次俾一個機會我啦。咁都係多謝佢對我有信心咯。所以這個都是我的伯樂啦，即係所以在我的音樂路途上呢，我是很好彩，雖然是一個開頭一個人都不識的傻仔，但是呢每一步都好像遇到一個貴人，即係將我帶領一路向前行。很多位前輩多謝你們。其实你都是做紧好多人的伯乐咯，我觉得。唉，我就冇用啦。唔系噶，唔系噶，因为好多时透过你所填嘅词咧，咪譬如系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啦，陈百强一生何求咧，真系人生最低潮嘅时候去听翻咧，哇，真系好多嘢变咗不攻自破啊！唔使再讲，其实系唔应该再留恋喺嗰个牛角尖嗰度，好多会咁样去谂通好多嘢，系啊。你好多時真的做了我們的伯樂，我們多謝你先。不要這麼說，是希望能夠發揮到歌詞它應有的作用咯，即歌詞都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來的，始終都是。明白的。
但我发觉你填嘅词好多都系起承转合啊，或者系啲韵脚啊，嗰啲会比较注重啲嘅，系好严谨。对呢个底线咧，我唔会乱嚟嘅，我一定要咁样，好似类似系创作啲诗词啊，咁样一定要对联嘅形式嘅，类似咁样去起承转合嘅咁样。系边个影响得你最犀利嘅咧？呢、這个 part 系。哦，這個我覺得是我自己的要求來的，因為我每寫一個一首歌詞的時候呢，我都一定先了解那首曲的佈局是在哪裡，即是，是啊，我是會很注意它的起承轉合，它的最吸引的是哪幾句，還有怎樣開頭怎樣結尾，怎樣結尾是最有味道，我亦都會盡量用韻腳等佢易記啲嚇，咁我都會研究究竟用邊個韻去寫係最好，我先落筆嚇。咁，所以我好少話中途轉韻，即係我都會有，甚至乎我完全唔押韻嘅都有。就好似你最初寫第一首《沙鷗》啦，我完全冇韻嘅嚇。咁有一啲係中途轉韻嘅，我都試過，但我自己中意咧係一韻到底咯，即係我覺得係易記啲。在填詞的過程呢，收到個 demo 啦，你也會去嘗試了解個作品的背景，甚至乎是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同個歌手去了解啊咁樣，或者同監製都會有了解啦，大家構一齊構思啊。咁嗰個其實嗰個過程呢，其實有冇啲比較可能話譬如黎小田咁樣，佢就叫你得啦，我係監製，我掉首歌俾你，歌名你自己諗掂佢啦咁樣。還是有啲唔係啊，有啲真係大家要傾啊，你咁樣嗰、那個過程其實係點樣嘅咧？哦，兩種都有嘅，睇嗰個監製嘅風格啦，又或者睇監製佢當時係點諗法啦。有一啲係俾咗題目你，甚至乎講埋個歌手到時個形象會係點。需要的大概的內容是什麼，即是梅艷芳那樣，白變那樣，鬆一點的那個尺度，是啊，有一些就不是的，給你自由發揮，你喜歡你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他一些意見都沒有，什麼情形都有。哪樣好寫一點，應該是沒有框框而寫一點，還是有個基本框框而寫一點？有框框而寫一點，是啊，有框，因為呢，如果你沒有框呢，就是不著邊際咯，無論你寫了什麼，你咁啱打中了監製的心，那他就說你 OK 咯，但是稍微歪一些呢，不正中紅心呢，他就會覺得不好了，是吧？因為是沒有準則嘛，所以呢，有框框是著數一點，有框框是最好寫的。印象中記不記得哪一首歌是最容易填啊？即係譬如話，你一餐飯或者停車嗰啲咁，你坐完巴士咁樣。哦，咁啊，其實好多都係好快寫，不過我印象最深刻咧就係《卧狼傳說》咯，嚇，因為《卧狼傳說》咧佢我卡拉 OK 成日唱，係因為阿歐丁玉師兄就好易啊，佢俾咗我一個街拉咧，佢就話你寫乜都得噶啦，不過我要好似一個男人嘅梅艷芳，一個男人嘅梅艷芳，哦，係先唔得，係啊。咁我就係啦，因為佢嗰陣時佢就話佢好欣賞阿小田哥監製梅艷芳嗰段時期嘅梅艷芳，咁佢就話我想做一隻類似咁樣嘅歌俾學友。我嗰陣時都覺得一個好大膽嘅嘗試咯，咁我又好中意呢啲咁嘅大膽嘗試嘅嚇，咁我就好，我就寫一個男嘅梅艷芳，咁所以就。好得心應手咯！我啱啱攞咗個譜之後，就坐翻小巴翻屯門翻學。咁個小巴上面已經寫完啦，個成石歌。哇！我坐過啊，頭頂嗰只啊，你講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好快嘅，真係好快啊！快過巴士好多嘅，咁但係好快寫完，因為嗰只歌亦都好順咯。佢亦都比較樂句唔多嚇，比較短短地咁都好易做嘅。係啊。
边一首歌系比较难填啲嘅？即系可能有时即系大脑便秘，真系谂唔通咁样。有边啲歌你第一时间谂起，哇，真系好难填啊，要吃一段时间先填到，继续填落去嘅咧？好难嘅咧就冇。因为咧只要嗱，如果好难咧，我就问咧。我就会要求佢俾我简谱嘅吓。咁有埋个简谱嘅帮助咧，就难都会变易噶啦。因為很多時咧係有啲監製比較嚇、忙啲咧，佢就唔會嘅，佢俾咗個劇set帶你就算嘅啦，或者俾個 melody 你就算嘅，即係你自己聽咯，你靠聽咯，大家靠聽咯嚇。咁、但係如果係有啲音太複雜嘅咧，我會要求佢哋寫翻個譜出嚟俾我咯，因為我驚住我自己聽漏啊，因為我始終我音樂底唔好啊嘛，我驚住我聽漏咗啲音啊或者乜嘢，咁我就會要求佢哋俾個譜我，咁有個譜喺度照住咧，就難都會變易啊，冇就一啲都唔難嘅，嚇、咁我不過有一首歌咧，我覺得我係寫咗好耐，或者都寫到我寫得九版唔同嘅內容嘅。就是寫俾 Blue Jeans 好似係一首歌叫《推銷理想》，我記得我係寫咗一共係九版唔同嘅內容，到第九次佢哋先至即係接納嘅。不過咧都唔知係咪真接納，話可能佢即係見到話寫咁多都唔掂，咁算啦，求其啦咁都唔定。咁不過呢一隻咧係我寫咗咁耐遲以嚟咧係寫得最多版本，而又或者大家都唔滿意嘅一首歌，都唔知道。係啊，有時真係覺得自己係唔好嘅作品，可能你哋覺得喂唔係好正啊咁樣，即係好似有一首歌叫《一人有一個夢想》，唱嗰個係唔想去唱，覺得好似兒歌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出嚟嘅反應係好好噶嘛。係啊，所以有時係出咗嚟先知咯。所以我都唔會覺得歌詞難寫，因為歌詞其實無論係咩嘅歌詞咧，寫嘅時候都係覺得好好玩嘅。我係好投入角色嚇。譬如我寫嗰隻歌嘅時候咧，我會幻想我係曲中人，或者我係嗰位歌手。就正如好似係邝美云嗰首《再坐一回》，係啊係啊，代入咗入去，叫佢對方唔好飲酒，係反而飲茶，因為茶有茶安分，我記得叫佢冷靜。係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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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邝美云當時嘅形象咧係一個好善良嘅中國女性，佢好到係點樣咧？就係你要離開我，你咪走咯，我留多你一陣咧。我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而已，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别后你心中无悔，你第日后悔就不好啦，那你就痛苦咯，那你留多一阵想清楚，你真的要走你就走咯，我怕你匆忙得就走早咗呢，你返转头好难喎、即是好到咁好咯，是吧，就算是人地分手人地要走，佢都是仲是为对方着想，就是因为你代入咗女方，即係邝美云嘅角色，係 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啦嚇，我覺得填詞係要入戲嘅，入曬添。我睇完之後，或者聽完之後，哇，犀利啊！原來咁樣嘅咁樣，即係對一首歌重新認識，再去聽咧，哇，真係唔同曬，即刻。